对啊，所以用骑脚踏车就不一样啊。那个外套先，衣服先脱一件起来，好，先脱一件起来，才不会那么热。为什么你不会热？因为睡眠很足啊，晚上7点多就睡觉啦、啊。然后早上是要几点？早上不一定啊，12、3点起来啊。3点。对啊，有时候12点啊，12点起来还要再去睡啊，3、4点、5点再去睡啊。起来看一下电脑啊，2、3个钟头再回去睡啊。啊，有时候四五点起来就没有再睡啦、啊。我睡到6点。你看101那么高，看得到啊？有没有看到101？看得到哈、啊。这个是6点哦。对啊，所以。哦，那现在晚上几点睡？晚上要9点半睡。9点半睡哦。9点半到。睡到6点半哦。睡到昨天，因为我从爸爸坐火车家回来，然后呢，所以我昨天不小心11点半才睡。太晚了。对啊。这样睡眠就不够了。对啊，但是我今天早上自己就起来了，那、就表而且我今天还觉得我睡眠很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早上自己起来了。哦，这样子睡到自己醒哦。对啊。那这样这睡眠就够了。只要自己起来，睡眠就表示。对啊，自己睡醒就睡眠就足啦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晚上那么早睡啊，睡到自己醒，睡不着就起来啦。我也是。嗯。长时间才可以睡着、我要眼睛张开半个小时过1分钟我才会睡着。哦，像这个没有红绿灯，还是要左右看一下有没有车，没有车就快点过，可以那么远就可以快点过。对，他要走。对啊，他要打方向灯就是表示不到这里来啊。这里就是象山捷运站。哦，哇，有鸟鸟哎！哎，哇，好喜欢这里哦。哎，这个是什么院子？好大。这个是人家大楼门口啊。光复南路就经过这里哦。对啊，那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。我这时候去。今天好愉快哦。第一次阿公带我去101耶。那个是外国人嘞！啊，那个是外国人。外国人，对啊。我要听一看是什么人。印度。好，等一下，你再这样太十秒数太多，刹车，对，太少了，秒数太少，不要过，哎、嗯，等一下，你再重新来，再过。可以。楼梯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上去，也可以走下面呢、啊。你不走，不上去也可以，旁边也有可以走啊。好好。
阿公在干嘛？在摄影啊。不是摄影，不是摄影。这个是摄影机啊。来来来，看到你自己了，看不到了。你要看到你自己呢，啊，可以这样子啊，这样子看到你自己啊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自拍啊，这样就叫自拍。你手挡到啊，镜头在这里啊。可以转回去了。对啊，转回来了。好好玩哦。阿公。因为立这里来了，哦，拆完了，要盖大楼。这里面是水泥吗？啊。这里面是水泥吗？水泥。对啊。对啊，以前那个。101嘞，哦对。101那个围墙挡道啊。南山人寿呢？这个要盖南山人寿大楼呢。要盖南山人寿大楼。南山人寿大楼。对啊，等一下从这里下来。哎，那边可以啊，那边有斜坡道了。哎，对。对，这里有斜坡道，这不用，这不用下来，对，这不用，直接过掉了。哇，这公路，对啊，都无差呢吼，未拆的呢，跟那栋有关系呢。哎、欸，到了，一零一在到了，在旁边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在外面走走就好，我们走。那你要我骑去哪？啊，绕一圈啊。啊？可以绕一圈啊。啊，拍这个。你拍这个、啊。有啊，这样一拍过去都拍到了、啊，连你一起拍啊。这个是里面写那个公司的名字哎。里面呢、啊？里面有写名字呢，有写名字，有写公司啊，或建。Channel。对啊，里面呢、啊、有没有看到？他写什么？写名字啊，黄什么？对啊，黄东升啊，还有黄朝虎啊。然后嘞？这个呢？这个是陈志成啊，这个是喜胜印。哎，我念一个给你听，英文哦。哎、啊。Sam。这个。不是，我是说。啊，这个。Sam Fan Sanga。
身份证改。对。这个呢？我看 Jacqueline。对啊，这个写人的名字啊，有在这个建筑这栋有关系的人啊。对。这个是一样啊，这个都是写人家的名字啊。Sapensaria。哪里？哪里？斯乌普。这个，塞芬斯利亚。不是，来念错了。Sandia。这个。Sandia。Sandia。Sol。Sol。哪一个？这个。Sena。Sena。嗯，好，过来吧。Sena 好。不是，是 Sandia。Sandia。不要太靠近会撞到啊，你要注意右手边那个轮子啊，这里也有马车啊，马车啊。阿公，你要往哪走？啊，直走啊，在。哦，没有，不要，不好意思啊，哎。他在募款呐、啊，募款就是要叫人家捐钱呐、啊。我这里很多外国。哎。阿公，为什么这里很多外国？因为这个是国际地点呐、啊，国际景点呐、啊。哦，就是一直是说。101，这是国际景点，所以很多人。这只有这个国家有。对对对。不是啊，这个是。台湾黑熊也。这个是很那个。很多人喜欢来的地方，国内国外很多人喜欢来的地方。我也喜欢。对啊，那我们看这个，你看这个漂亮啊。哎，可以上去坐拍照。想回去了，好，走。还是我们一边绕一圈。对啊，就绕一圈回去啊，我们就是要绕一圈回去的啊。对啊，阿公跟我讲路。等一下，车子来了。好。那从这里要怎么回家？啊，要绕一圈就回去了，哦、要绕回来啊。岁哦，哦，十几岁。哦，所以呢，你刚出生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还没有脚踏车。对，没有。我骑，谁骑脚踏车？骑那个大的嘞，大的脚踏车，不是像你们这种小小的脚踏车。哦，还有。骑比这个还大的脚踏车，学习耶。啊，比这一个还要再大的。对啊，再厚的啊。再厚的。对啊。以前像下你那个熟工，什么熟工？熟工载货用的，我们去写自己去写的。什么是熟工啊？熟工就是那个你阿公的弟弟啊，阿祖啦，阿祖的弟弟啦。所以是我阿祖。哎，阿祖的弟弟熟。哎，你在小孩的时候，你阿祖是几？做做了，阿祖的、嗯、阿祖的弟弟叫熟工，熟工族，熟工，不太会讲。熟职工啊，不是熟工，熟职工。等一下，我。熟工是阿公的弟弟。啊，熟职工就是阿祖的弟弟。熟。我还是搞不清。搞不清楚了，太严了哈。那你的。
有斜斜的啊，右边高，左边低啊，这叫倾斜的路啊。这个也是南山人寿哦，南山人寿地这么多，这边也是南山人寿呢，买这么多地哦。南山你看。对啊。这就是我爱买东西的地方哎。你要来买来这里买过？对啊，我在这里买过很多次。哦。对啊，这就是倾斜啊，路就倾斜，容易歪过来啊。这个也是人山人寿。南山人寿，原来是世贸三馆，刹车哦，不要转过去哦。是南山，回风南山。南山。这个是原来。这就是我哪里买 Apple Watch 的地方。Apple Watch。哦，你哪买 Apple Watch 在？对呀、啊。它就像是斜坡啊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那我想往哪里走？直走啦。走走到 Apple 那边啊。这个怎么讲英文啊？ Uniqlo。 Uniqlo 啊，这人这么多，好多人哦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Adidas。Adidas。
耳滴打。耳滴打。耳滴打。这个耳滴打。耳滴打。耳滴打。不是耳滴打。耳滴打死。哦，耳滴打死。Adidas， 对，这个最标准。你看人这么多啊，这个仙官山在这里啊，人好多啊。而且在放，不知道是什么歌哎，好像很久以前的。对啊，那个是唱歌的啊。街头艺人啊，街头艺人啊。这边都有街头艺人，看这里是影城啊，这里看电影的地方啊。哦。这是。哦，你看人这么多，一下子过来了呵呵，过马路人最多的地方。啊，我想要一起过。过去看看啊、喔，看 Apple 那边哈、喔，好。而且这里有，有。Go from there。右边，右边。要不然 Apple 那边，星光三叶，有没有看到上面写的四个字？就星光三叶，新天地，新义新天地。青康吗？青康吗？是谁？这里在卖特斯拉。哎，这里就是 Apple Watch。对啊。这就我买的。Apple Watch。走那边，旁边那个斑马线。这里哪里可以回家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让他们过，再我们再过。A19，A19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们时间很多啊，所以可以走远一点啊。可以回家了吗？对啊，这边走就边回家啦。今天是最开心的一个礼拜。你靠近一点看看啊 ，Apple Watch 这里旁边就是卖那个啊，靠近一点啊。我已经看了很远。Apple Watch， 你那个。哦、我就在那边乱按电脑。按了、啊，可以玩电脑、啊。没有，那里本来就有电脑啊。哦，坐刹车。就乱按啊。坐刹车，等一下。坐刹车。哎呀，好痛哦。嗯。夹到了。太重了呀。夹到了。夹到哪里呀、啊？被这个夹到。好痛哦。哇，被这个夹到。啊？被这个夹到。你要小心，你要注意到啊！你都没有注意看。
好，挪一挪，挪一挪就好了。挪一挪啊，挪一挪啊，那个痛的地方挪一挪，嗯。过去，过去就靠右，靠右，靠右，右，哎。来，帮我擦一下。对，好，在这里擦一下。痛的地方擦多一点，痛的那个夹夹到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要擦多一点才有效，对对，擦厚一点，擦多一点，不要再一直磨了，擦多一点，不是一直磨，擦厚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磨都磨厚一点。好，可以走了。再下来磨一下。哎，没关系，磨到。有味道吗？有啊。有什么味道？药，有一点点药的味道。我刚擦了一下额头，又有被蚊子咬。哦，蚊子咬到，好。嗯、因为礼拜五晚上被蚊子咬。好。我们走这边那个小叔叔的国小学校，走这边。这边这边进去，这边进去有经过那个小叔叔的学校，这边进去啊，这边右边右边啊。小叔叔就读这里的学校，国小。现在啊，现在我来看看，还没有看到啊，一点多而已啦，还不到两点啦，你看1:51啦，1:51而已啦。我们时间过得好慢哦。好慢哦，我们已经走很远了哈。对啊。走很远的，很远的才一个钟头。对啊，慢慢走啊，走到这里3点刚好，1.5小时，1个小时啦。现在已经快2点了啊，走到这里差不多2点，三点啦、啊，现在快两点了、啊，所以走到这里快差不多3点。啊，我们运动了好多、哦。对。你是用走路运动，而、啊、我是骑脚踏车。对啊，这个走到这里是运动啊。我知道，我刚说我们骑脚踏车。嗯。小叔叔，小叔叔的国小。没有来过这里。啊，你有去看过你爸爸国小吗？有啊。有哈、哦。我大班的时候。就去看过了。中班还是大班的时候，我去过爸爸的学校。国小学校。哦。这个是。然后呢，我还参观呢。哦。小叔叔。那时候要跟永春国小，还要跟另外一个什么国小、嗯、一起合在一起。好，这个旁边都路过去。对，这里进去，这个也可以。这个是公园的。对啊。这个是永安康公园呐，安康公园。信义安康公园呐。国外国小了，小史实，国小的学校是。下呗，没关系，我要你讲一句。国外国小了。国外国小。博爱啦，等一下。博爱。哎，对，博爱，哎。博爱。博爱。博爱，那个爱是爱心的爱。
对对对，就是那个爱。那那个国是中华民国的国吗？博不是那个国，是博，博博士的博。博爱。嗯。博爱。嗯。好累、哦、对啊，上坡啊，这个也上坡了，帮你推一下。哦，好多鸟，你看，右手边啊，左手边啊，左手边啊，这里啊，好多鸟哎、欸。那个大大黑黑的是什么？大大黑黑的鸟啊。我是说那个大大黑黑。树上哦，那个是果实啊，果实那个不能吃的、啊。为什么？那个不能吃、啊。什么果实？这个那个龙红鳞鸟。不是红铃，红铃木啦，黄是红铃木，不要太靠近了，你上面有那鸟会拉屎下来了，你不要太靠近了，对，上面还有鸟啊，拉屎，对啊，会放晒啊，也给你放晒热啊，对啊，这个、啊、这里啊，信义安康公园啊。这里吗？有来过吗？不是啊，对。好，另外一个公园，他们记得就在前面。那边、啊。前面还是左边有？那边呢、啊？那边没有公园了呢。对啊，那个爸爸带我来过这一条。公园就是那边啊。就是那边才有啊，这边没有了、嗯啊。那边、啊、那边。那我们去那边。那等一下，从那边下去。倒着走，从那边下去。好，从这里下去。走，要看看有没有车啊？没有，好，没有。你有没有看过这栋房子？有啊。啊？没有。这个啊，这个、啊、倾斜的上面啊，看到那个倾斜的房子啊，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有看过吗？没有。没有看过。没有看过。有看过。建造花园。哦，这都建设的花园，改造花园，看人要来买无？有遐机会，但拢无人买。右手边，公园右手边，这栋啊，这栋你有没有看过？这栋很高啊。右手边，右手边，左右手边，有没有看过？没有。
边那就前面有公园啊。掉车。摄影啊？还在摄哦。对啊，是不是这个公园过去一点才可以？这个是私人地。这里面私人地不是公园，那个进去。哇，你哪里？你去哪里都知道。来，我问你要从这里到花园要几个小时啊？花园啊，是坐火车啊，三个小时啊。坐骑脚踏车。骑脚踏车、啊、要可能要十几个小时啊。哇，那就等于搭飞机去俄罗斯吗？对对对，大飞机去欧洲啦，我们大飞机去欧洲是13个小时啊。这里去瑞士也是啊。对啊，这个是在上面吃餐的，这个餐没有，我们直飞，我们那个是直飞的，在桃园机场直飞的，没有换飞机，也没有转机。为什么？他直接会到那边了、啊。这个是不是这个公园？对啊。维也纳，这个是维也纳公园。要进去吗？要。要走啊。维也纳公园啊。阿公，不要了，我要自己弄。这上坡呢？我那要自己滑哦。踩不动用滑的、哦、对啊，可以上得来，对 啊，慢慢走啊，慢慢走就上得来啊。啊，喷水池哎。维也纳公园呢？这个公园叫……对啊，叫维也纳公园，这私人的啊，不是公家的啊。你小心不要靠近水那边，不能闪那边。对，公家的。公家这是政府的啊，啊，这个是私人的公园啊。私人就是一个人而已啊。哦，水分过来啊、哦！你要骑上来吗？放你拉，要不要？放你拉。哎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一起。一起拉，好，一起推。耶！这里喷到水呢，那个风吹过来还要喷到水呢。对。好，往那边，对，往那边出去就回家了。回家的路啊，直直走就可以了。往哪里？
直直走，还要可以跑过去，可以看到那个国中啊。等一下，小史史的国中啊。怎么一直？对，那边呢、啊？学校。看两个学校在旁边呢、啊，国中跟国小都在旁边呢、啊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啊，国中哦，高中哦，国中的对面那个房子就是啊，走到尽头，走到这个一直走，走到尽头那个房子就是啊。你跟我说停，你带我往哪里看？这里平平的，就不会往后啊，前面一点点就会自己跑了，那前面一点它自己走下去了。对啊，直走啊。对，没有踩，当然自己跑了。鸿翔逸机，是老鹰啊！你看上面还是老鹰呢，上面呢、啊、还是老鹰呢，展翅呢，那老鹰展翅呢。对，阿妈也是知道啊。我说你。我也是知道啊，不然骑到你们家。你从这里骑去那个什么台南也知道的吗？对啊，也是知道啊。不用导航吗？有的地方要导航了，去外县市要导航了。什么是外县市？在台北市不用导航了。对，就是新雅国中。小史史的。那新店嘞？你会去新店吗？新店也知道啊，现在都知道路啊。小史史的母校、啊。对，你看斜坡这么斜，你再不好骑了。那我骑骑。所以轮子抬下来才好骑啊。你要歪一边，你要歪一边才可以骑呢。不是那个、哦、那个有没有去刚刚那个有没有去过？我就是喜欢来。好，这里有玩具可以玩的、哦、这个是什么公园忘记了，那个什么公园忘记了。爬楼梯那个，拉杆那个。好，先拿下来。好。你会怕怕、哦？你有来玩过？会怕怕、喔？要小心了、喔。抱住我。小心了、喔。好可怕。对。不想玩了。太高了啦。
只有这里而已，那边还有溜滑梯啊，那一头还有溜滑梯啊。可以啊，你要小心看看会不会倒，会倒你再下来。上次有来过？谁带你来的？那个从那边爬，那边爬不是从那里。倒退啊，不能直接爬到上面去啊。我要爬下来，我没办法掉下来呀。哦。这个会滑，很危险呢。你怕这个会滑呢？这个、都会滑，很危险呢。那爬慢一点啊，不然会滑，危险的。啊，可以啊。如果我说去大公园，那我去大公园。好。阿哥，下礼拜要带我来哦。好。下个礼拜我们要去花莲。再下个礼拜啦。你说下礼拜去花莲？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去花莲了，24号就要去花莲啦。啊，今天是19号啊。对啊，所以再过5天就要去花莲了，所以下个礼拜要去花莲了。
你看，只要伸长跟自己蹬一蹬一下，蹬一下它就会跑。你看像这样，它这样它自己会跑。啊，手。我要自己后退。对，后退要脚要伸长啊，脚要伸直啊，伸直，脚伸直它才会跑远一点。脚伸直，哎，对对，才会跑远一点。对，你们啊，后往后倾，到后面再往后倾斜，往后倾斜。对，啊，到后面就脚伸直，脚要伸直才会跑得远。这样子才会蹬啊，它自己会蹬啊。脚伸直，哎，对。那你要去排队。脚伸直。哪个转没转啊？我不想这个。好，不想玩了，好。玩别的，还有别的、啊。哎，我的脚踏车在。脚踏车这边呢，脚踏车在这边。对。嗯。不能这样子，会掉下来。要先抓到，手要先抓到才可以。手要先去抓到。哥，你先让我下来好不好？手先抓到，手要先去抓到才可以过来，对。对对，这样子才可以过来。嗯，手没有抓到你就没办法过来。啊，要下来了。下来了。啊，会痛哦，抓太久会痛哦。这样危险呐、啊！阿狗，这里。这里要站着走。我要这里下去。哎呦，好难。大力咬、再躺下来啊，坐着躺下来啊，坐着躺下来啊。哎，对，躺下来，慢慢躺下来，可以躺下来，躺下来比较不会硬啊，躺下来比较不会硬啊。对啊，躺下看着上面的，不会一直转啊。躺下来你眼睛朝上就看，就不会一直转啊。对啊，要朝上啊，要躺着。躺着才会比较不会感觉不会转啊。好了。哦，这个很会跑哦，硬哦，下来啊，要下来站稳哦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，不然会硬哦，哎，站一下啊，对，站一下，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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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不要动啊，你先不要动啊，自己动啊。他自己在动吗？自己一直动哦。过来这。只要伸直啊，伸直才会自己荡啊。你只要伸直，哎，对对对对，伸直，伸直，嘿，这样才会自己荡。对，这样才会自己荡。
只要伸直，荡过去，只要伸直就会自己荡了。伸直，哎，对对对，伸直才会自己荡。你没有伸直，它不会自己荡啊，自己荡很快，对，荡过去就要伸直，嘿。你要荡过去要伸直啊，回来就弯啊。在旁边啊，我不要下去，不要下去，我下去。你要坐在这边啊，你要踩这边就要坐这边，这样才不会危险。踩这里，抓这里，对啊，抓这边啊，抓这边，哎，对，这样才可以下去啊，这样不好下来呢。哦，这里有东西。对啊，好，放下。你抓太久，你手会痛啊。
这个你要站起来啊，这个护膝要弄好了，护膝先弄好再。还有的，刚前他这个小朋友，你看他的这个屁股坐在那里滑下去，手抓着，然后手一动就会往下掉，有没有看到？会了吗？等一下要等姐姐，他这样子慢慢来，很棒哦。好，好，他好了，换你抓紧，然后屁股坐在这里，屁股坐这里。横着还是一样啊，会掉下来啊，你没有办法自己平衡啊。
那护膝护那个手镯弄好，拉好，拉到上面，拉到中间，那个膝盖上面，哎，好。倒退走这边，啊？往那边啊，要回去就往那边倒退，二中这里走出来啊，倒退啊，不够。往这边啊。这个太高了，你没办法玩了。这个危险了，这样会滑了，这样不好弄了。这个不是这样子一玩的，那人家要跳上去抓的啊，你还不够高了，现在还不能玩这个了。对，你现在还不能玩这个了。往哪？往这边呢。我不想骑脚踏车，那我就这样。推着走啊。双德公园嘛，双德公园。刚刚有拿的，嘿，刚刚有拿一个，嘿，哎，好。Yeah.
直在我这哦。直走，直走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这里是松德公园啊，你要记得啦。啊，小心的看车，这个没有红绿灯。有啊。有，但是没有亮啊。他没有再亮啊，他自己看的、啊。是便利商店怎么逛？我们又没有要买东西。你这样子没有刹车哎，要小心哎。到那边右转，几点了？几点了、哦？三点多了。他过马路吗？没有没有，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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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，对。在我刚那边过马路吗？还没有三点呢，还不到三点呢，回到家三点多。啊？什么？我们回家吗？对啊，回家了啊，要回家了啊，快三点了啊。哪一条路？那条路不就是去101吗？对啊，就是刚才我们是从这里过去101的啊，就绕一圈回来啦，又回到这里啦，回到这个红绿灯啦。啊，左边呢、啊？刚刚我们从左边回过来的啊。啊？几点看？两点五十四。两点五十四而已啊。那、啊、回到家三点多刚好啊。我这骑了很多脚踏车哎。对呀、啊。在这里等红绿灯啊。好了，走了，走脚踏车道啊。啊，在这里等一下，等红绿灯，然后往右边啊，刚好我们从右边过来的、啊，这样比较好走。还是过去那边也可以，那边再转也可以。哎，对，那边也可以转，那边一样有一个红绿灯也可以转。星巴克。
往旁边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够够啊，够，可以走。好，好，在这里等，在这里等好了，在这里等，我们过去那边比较好骑，不然这边也可以骑。这边也可以，这边也骑，这边也可以骑。慢一点哦，往哪里？走，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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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我们刚刚是从右边过去的啊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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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走，哎，红灯快点，好，可以继续走，没关系，我们走到那边再右转就好了，然后就到了，走到那虎林街再右转就好了。转进那个房子里面，转进来，哎，几个小时哦，三个小时的啊，我们十二点多就出来了，现在三点了啊，三点几分？对啊，三点几分？现在三点几？刚好三点，刚好，你看，小心你会撞到。回去吃布丁刚好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三点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在这等红灯。哎，不要拖我的，这个就可以。在这等红灯，过去就到家了。抓刹车哦，不要让它跑下去哦。
好，走。阿公。走，走到巷子里面，巷子里面就到家了。走这边，这边，这边啊，直走。这边，这边看到，这有没有看到？到家了呀、啊。耶，我收到路了。对呀、啊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看车啊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让他们先过。好，thank you.